人们是这样的兴高采烈，又是如此的聚精会神，好像发现了飞碟，或者又好像特别清晰地看到了哈雷彗星。其实任何稀奇的现象都没有出现，任何古怪的东西都不曾降临。人们之所以觉得有点奇怪，是因为有一架直升飞机有时候飞得高高的，有时候飞得很低很低，哦，几乎是贴着水面了。此时此刻，我们运河摄制组就在这架飞机里面呢。我们时而在空中，时而在船上，时而在街头巷尾，在校园，在村落，和许多人讨论有关运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那个运河以前还不怎么了解，而且呢，对运河里面有些主要的一些什么东西啊，还不大清楚。不知道运河的事，我们现在想知道知道运河。这条运河有啥破的啦？掉风啊，冒风冒菜嘞。运河有叫啥？是淘金那第三世，我想看到那一些有关大运河的那些名胜古迹吧，还有一些风土人情。对运河这方面的资料好像还不多，就希望你们在这多拍一些，让读者多了解一些。我想晓得运河有史以来对它的开发利用情况哪个样啊？旅游的了，是旅游经济的，所以我们要讲那个运河的话，就讲它的旅游价值。要给它运河的一些情况。看看运河到底是个什么一模样。能够到北京吗？不知道是否也可以通过运河到北京。我的岁数比较小，对以前的好多事情啊不清楚，虽然听老人念叨过一些啊，印象也挺浅薄，所以总想通过这个节目啊，能使我们年轻一代也了解旧时候以前运河的开凿和一些历史的嘛。在这条和万里长城齐名的运河啊，你们破碎啊怎么表现，我想请教你们一下。谈到京杭大运河啊，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评价那是各式各样的，相差非常远。真是这样，有人知道的不少，认为运河是人类创造的奇迹之一，非常值得拍摄。有的人挺坦率，认为自己对运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还有的人呢，那就不以为然喽，认为运河啊是一条又脏又臭的破河沟，没说头更没看头。也有的人说呢，大运河早就听说过，可惜从来没见过。假如有一套电视节目能够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大运河的来龙去脉，那他们是很欢迎的。哎，这是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看法。我们也正是基于这种愿望和追求，开始了《话说运河》的拍摄。这是一个热得不行的夏天，北京地区晴空万里，久旱无雨。京杭运河北端的源头，这九条龙原来会喷水，可是您看如今连一滴唾沫星子都没有了。然而在运河的南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呢。运河河水泛滥，杭州的许多街道啊也变成了一条条小运河。西湖水满为患，变得无所谓湖，无所谓岸，湖里的鲤鱼也不必费劲儿跳龙门，要不是层层阻拦呐，他们还真有可能沿着运河北上到北京颐和园一游啊。为了从空中拍摄运河流域的山川地理，我们特地租用了两架直升飞机，
一架准备从杭州往北飞，另一架打算从北京往南飞，不料遇到了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雨，使得停降在杭州机场的这架飞机长达20多天就是不能起飞。这飞机是不远千里从河北省的邯郸调到杭州的，停留的时间越长，蒙受的经济损失自然也就越大，更何况老是在雨里这么泡着，一旦放晴投入使用，也难免会使我们在心理上额外增加一重负担呢。让我们看看北京的这个小组吧，这里天好，他们正在做出发前的准备。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的人没坐过飞机，总想坐一趟飞机过过瘾，一旦真的坐上了飞机啊，他也就射功好龙，止不住浮想联翩。这些个浮想，嗨，没有急的，尽是凶的，最后呢倒也干脆，哎，算了算了，甭想那么多，反正啊这100多斤呢、啊、就交给他了。有的人呢甭说坐飞机，就是让他从10楼的凉台上往下看，他也会连连叫喊，哎呦吓死人了，头晕呢。好，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在20层楼凉台外面非常牢靠的挂着一把椅子，请你坐在这把椅子里面，什么事儿也不要干，只要你啊眼睛往下看，你可能会有什么感觉呢？这一趟航拍轮上我们的女记者执掌摄像机了，她呢既不是坐在飞机舱里的沙发上，也不是骑在哪座房子的大梁上，而是抱着摄像机悬空坐在直升飞机机舱外边的椅子上。你说他心里一点儿也不嘀咕，那不是事实，一旦想起在人寿保险书上所签的字，心里难免有点寒丝丝啊。坐在飞机外面飞行，不论飞得高低快慢，风总不会小，危险的感觉也少不了。我想恐怕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处境，才会对风险二字产生特殊的感觉。其实干我们这一行的，谁都会有过令人产生特殊后怕的时刻，只是一旦上路干了起来，也就真的不想那么多了。真是这样，不然的话心里就要发慌，眼就要发花，腿就要发软，手就要发颤，什么光圈、距离、景深、构图，一切就都谈不上了。运河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当然它不能跟黄河、长江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了，但是它也已经在人世间存在了1000年、2000年，推敲起来啊，世间万物的存在总有它存在的必然性。那么运河存在的必然性是什么呢？大运河又是什么年代开凿的呢？是什么人发起开凿的呢？又为什么要开凿它呢？在许多年以前，杭州的粮食和货物通过运河可以一直运到北京城，如今不行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国家正准备通过京杭大运河实现南水北调，但是这中途呢隔着许许多多的大小江河，那么长江水又怎么样越过这些江河呢？在历史上，运河是美的，它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过了不起的作用。在现实当中呢，
某一段运河依旧是美的，某一段运河的确是丑的，而有相当一大段的河段呢，的确又是名存实亡，索性是一条干枯的河沟了。那么今后我们还要不要重新振兴这条大运河呢？我们希望广大的观众和有关的专家学者怀着浓厚的兴趣来讨论这些问题。话说运河一共20多回，每回20分钟。我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走南闯北，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风风雨雨，东跑西颠，就是为了向大家提供一部分有关京杭运河的形象材料。当然了，我们不会只拍北方运河的干河床，南方运河的大水面，而是以运河为线索，一路拍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有金有谷，有洋有土，有山有水，有雅有俗，还有气有福，有甘有苦啊。我们由南到北，由北到南，这一路上都得到各方朋友的帮助，听到许多祝愿和嘱咐。对不起啊，这个事情啊，话说长江我看了，话说长江我断断续续电视看，那就不错，主要进行外国主义教育，这个外国主义教育恐怕要多就行，不是光是一种。光是一种来的教育，它这个影响不深。帮我们讲述了铺这个大运河，我们希望啊，我们相信在花说长江这样一个基础上，一定会铺得更好，主题很好，特别在我们讲述这一段又比较长，3分之一了，这个我们讲述的啊，应该支持这个工作，支持这个工作。我们有关部门牵涉到，比如我们水利方面的、交通方面的啊，什么文化方面的，包括我们本身电视厅方面啊，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配合啊？甚至包括我们沿途的，到哪个县、哪个镇、哪个县啊？你们需要打招呼的，需要提供些什么方便的，我们都可以做。知道这个消息嘛，很高兴的。我觉得拍摄这么多片子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很重视这条这个运河的这个
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中间，他所起他所占有的地位和他起到的作用。在杭州，我们得到浙江省博物馆的鼎力相助，终于拍到了五款南巡道里图卷。这幅长达18米的画卷，是200年前清代乾隆年间绘制的运河全程图。它虽然不像《清明上河图》那样有许多历史风俗画，但也有不少具体的形象标记，标明哪里是著名的历史古城，何处是重要的桥梁建筑等等等等。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话说运河》这个电视连续节目里记录的，有的是道里图上有的，但是绝大部分是道里图上所没有的，当然也是不可能有的。在下一回播出的一撇一捺里，我们将向大家简要地介绍运河的概况，还要谈谈有关运河的来龙去脉。仔细看一下中国的地图，这是山海关，万里长城从这里向西南延伸到中国的腹地，高高低低途经7个省市自治区。这是北京城，京杭运河从这里伸向东南的大海之滨，深深浅浅流经4个省2个市。我们从地图上粗略的看，长城跟运河它所组成的图形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正好是我们中国汉字里一个最最重要的字眼，人，人类的人，中国人的人。请看，这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长城和运河是中国人为人类所创造的两大人工奇迹呀。
愚公移山，多么令人可亲可佩，但毕竟是先人编撰的故事。而万里长城和京杭运河可就不同了，他们是人类历史上由中国人设计并施工的两项最大的建筑工程。巍峨的长城是我们祖先用自己的骨和肉铸造的，深沉的运河是我们祖先用自己的血和汗灌注的。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以如此巨大的代价，在如此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书写这个人字？它又是何等可敬可畏、可歌可泣的事业呢？说来实在话长啊。我们这套节目暂且按住长城这个话题不表，而单单话说京杭运河的来龙去脉，并且较多的展示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运河的南端是杭州，北端是北京，中间由南到北穿过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河北省和天津市，全长1700多公里。我国河流众多，绝大多数都是由西向东流的。京杭运河呢，是我国唯一南北走向的长河。它和公路、铁路一样，不存在源头，而是两端互为首尾。它是世界上人工挖掘的一条最长的河流。它比苏伊士运河长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挖掘运河与筑长城的用意是完全不同的。筑长城是为了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挖运河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沟通。京杭运河横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因而使我国这五大河系连成一个江河网。在铁路、公路出现之前，京杭运河固然可以用来运送兵员、粮草，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它还担负着运送来往客商、柴米油盐、绫罗绸缎等等等等，当然也就密不可分地使祖国南北互相交流着思想、感情、科技、文化。在中国，提到长城，人们就会联想到秦始皇，而说到运河，人们也同样会联想到隋炀帝，甚至还有不少人以为京杭运河就是隋炀帝下令开挖的。其实这个说法是片面的。我国古运河的挖掘经历了3个大阶段，最早的一段是邗沟，它是公元前480多年的吴王夫差下令开凿的。这条名叫邗沟的人工河，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沟通了长江和淮河的联系。过了将近1000年，也就是公元7世纪之初，隋代为实现和巩固国家统一，重新开凿南北大运河。隋炀帝征发了几百万民工，先后开挖了通济渠和永济渠，又投入大量人力整治疏通了江南运河，这样就形成了一条
以隋朝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将五大水系连成一体的全国运河系统。到了元代，全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科学家郭守敬首先发动民工，打通了山东境内的汇通河，把运河改为直线型的，而后他又把运河从通州延长25公里，直通北京城里的积水潭，这样人们就可以从杭州西湖乘船通过5条大江大河到达北京了。京杭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不少人以为它是完全靠人工从北京一直挖到杭州的，其实并非如此。京杭运河的不少段落是天然的湖泊和天然的河流。对，说清楚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对祖先智慧的了解。如果我们的祖先放着先天的优越条件不加利用，那么我们这些后人的自豪感也就不会如此强烈了。在古代没有汽车、火车和飞机，如果只靠天然河流，那么在运输方面就会碰到许多不便，而运河运输基本不受水流影响，载重量又大，不但可以运兵运粮，也可以运送其他任何货物。不论运河怎样改道，也不论京都所在地如何变迁，运河总是将我国最富庶的广阔地带和历代京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运河是历代中央政权的生命线，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统一并且走向经济发达，运河是起着大动脉的作用的。遥想当年，隋炀帝下令挖运河，可能和秦始皇下令筑长城一样，是很残酷的。但是也无可否认，千百年来，运河毕竟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裨益。人们都知道，吴王夫差、隋炀帝原是祖父毕烈，他们只是发号施令而已。运河终究是古代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靠双手挖成的。正是在这个含义上，我们说京杭运河是我们祖先用自己的血和汗灌注的。2000年、1000年、100年过去了，如今从北京到杭州不但有公路、铁路，而且还有航空线路。然而不废江河万古流，京杭运河依然是这样拥挤忙碌，照旧是如此朝气蓬勃。在京杭运河上，除去战舰外，什么样的船都有啊，有古的，有金的，有土的，还有洋的，有木头的，有铁皮的，还有不少水泥的，有的以柴油做燃料，有的呢借助风力，也有许多还是靠食品作为原动力的了。
有人在运河的船上出世，有人在运河的船上成长，有人在运河的船上成亲，有人在运河的船上度过一辈子。然而同在运河的水面上移动，动机不一定相同啊，有的一目了然，有的运动就是目的，有的呀你就很难揣摩啦。运河好像是古往今来的船只博览会，运河又宛如一个漫长的民情民俗展览馆。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2000多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都在运河两岸留下了鲜明的隽永的印记。世界各国都一样，沿海地区或者靠近大江大河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德州、天津、北京等城市都在运河边上，他们在历史上的崛起和发展，运河是他们吸吮的乳汁，运河是他们得以成长的血液。我们的国家，南方缺煤，北方缺水。江浙一带和上海所用的煤，大部分都是通过运河运去的。但是我们的祖先大概也不会想到，长江的水也将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调流向干涸的华北大地。各位观众，我们必须告诉你们，刚才大家看到的充满生机的河段，那是江浙一带的运河，可以全年通航。但是运河的其他河段呢，只能是季节性的通航。华北运河的绝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只见河床不见河水的长长的洼地了，真是不见菩萨空有破庙了。有些地方在运河上自行架矮桥，使得船只不能通过，有些地方干脆拦起了养鱼，索性不许船只航行，有些地方呢只顾往运河里排泄废水倾倒垃圾，残杀河里的生灵不算呢，还闹得周围的环境臭不可闻，使得船上生活的男女老少难以度日啊。是啊，这一切我们都没有在这个颂扬祖先伟业的第一回里着重予以揭露，怕的是祖先在天之灵为之寒心，怕的是各位观众一上来就感到心里难受啊。我们想一定会有许多人要问，几千年的封建时代，人们都在渴望统一，力求沟通，为什么在航天飞机穿梭太空的年头，还会有人要搞封建割据呢？我们的祖先千辛万苦地开发运河，是为了造福子孙后代。那么我们一些做后代的，为什么偏偏不积德行善，而硬是要有意无意地污染我们祖先的这条大动脉呢？长城是人类的奇迹，长城是中国人的骄傲，长城是中华民族高高的丰碑，长长的丰碑，它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要捍卫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性。因此多少年来，多少人
在心底里呼喊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现在又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疾呼呐喊，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殊不知啊，运河也是人类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丰碑。长城与运河是名副其实的一对孪生兄妹。长城高耸在群山之巅，人们怀着崇敬之意去瞻仰，运河流淌在平原洼地，继续为人类效力流汗，倒可以任人蹂躏糟蹋，这岂不是真的捡软的捏吗？这公平吗？殊不知运河也是稀奇的文物，只不过它不仅经久，而且还耐用就是了。运河的不少地段已经不成样子了，凡是有责任心的中国人，在这讲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岁月里，是不是也应该大声疾呼爱我中华，修我运河呢？阳刚的一撇是万里长城，阴柔的一捺是京杭运河，这才是一个顶天立地、有血气、有温情的中国人。在话说运河的下一回，将向您介绍运河的北端——北京。琉璃瓦、汉白玉栏杆、青铜的蛟龙，把历史永远凝固在这儿了。可水色、波光、光色间的倒影儿，又荡漾着活泼的时代的神采。水该是北京的眼睛。谁能想象，要是没了昆明湖、什刹海、太液池，也没了金水桥下的玉河水，要是让万寿山的佛香阁、让海子沿岸的垂杨柳、让琼华岛的吉祥如意白塔、让紫禁城头那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角楼子
都一个个的弄没了自己的倒影儿，这北京城会不会像老辈子人说的丢了魂儿了呢？其实这儿的湖海池河可不光是为这古城增色，老年间就留下这么句俗语啊，北京城是飘来的。飘来的？这座三千年古城，五朝的名都，会是飘来的啊？且不说内外城郭大小胡同，先到紫禁城登太和殿，听听这盘龙柱、这大金砖的来历吧。龙柱每根高14.5米，粗1米多，顶天立地，堆彩泥金，全是整材整料的金丝楠。产地嘛，远在云贵川乡深山老峪。金砖据说往泥坯子里调入了香糯米汁儿，经过千百回翻倒摔揉，加上火候讲究，才这么腻如脂、重如金、明如镜。产地呢，远在江南的古城苏州。还有这青砖，砖身立马，严丝合缝，太和殿前可地漫了上中下三层，产地呢也远在山东的临清。哦，有谁动了仿古寻幽的雅兴，无方踏上这明代定陵的墓道，或许会发现同类大青砖上这样的标记。话说回来，这数不尽的砖木材料产自天南地北，靠什么运来的呢？手抬肩扛还是马拉车载啊？不，连同内外16座城门，周围几十里城墙马道，附带着瓮券，木材砖料大都真是飘来的，从古老的大运河水运而来的。哦，对了，大运河在北京一段的情形，是不是先去请教专门研究北京历史地理学的侯仁之教授？大运河在北京这一段是最北的一段啊，这一段的设计啊，开凿是在元朝的时候，当时新建了北京城，而北京城呢缺乏地表水源。在北京城新建之前，历史上曾经多次引用永定河的水作为水源供应这个城市的用水，但是永定河的洪水在当时技术上难以控制，所以新建元朝新建北京城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解决这个水源问题。那么这个任务就落在一个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郭寿敬的身上，他经过详细的实地考察，就在今天北山脚下昌平县城东南一个小的残丘，一个小山的下面，发现了这个白虎泉。出德胜门，长途汽车有白虎村站，经村人指点，我们来到了龙山脚下。空山野水，鸟语泉声，这可真有点大河源头的味道嘞。说的是啊，在绿林丛中，我们寻访着涌出运河之水的源头白虎泉。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莫非真是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吗？当年这也曾九道甘泉瀑布起呀，如今呢，神龙也空口无凭了。他们静静卧在野草中，远不如北海的九龙壁那么广为人知，但是这九个龙头当年可向北京这段运河注入了滔滔不绝的流水啊。这九龙的相貌不算惹人瞩目，要论历史的贡献，他们也该算是京城一处古迹名胜嘞。下面我们看看运河在北京城内的流向。白虎泉的初始的高度
高于北京城很有限，因此它向东南引水嘛，先向西走，沿着西山来到今天的昆明湖的前身，叫瓮山泊。那通瓮山泊再往东南引水呢，就是现在的所谓长河，这条河是人工的，从那儿再往东南引呢，就进了当时的北京城的西城墙。一进城墙就是一大片的湖泊啊，从西北像一个弓形一样弯向东南，当时就俗名叫海子啊，也就是叫做积水潭。它的出口在积水潭的东岸，当现在的向南后门桥，然后再往东南走呢，就经过现在的东北亚桥，然后往南转，经过南河沿，再往南去就到了正义路的北口啊的玉河桥。当时北京城南墙就在这儿，相当于今天东西长安街。所以从玉河桥这个河流出城，立刻转向东南，经过现在台基厂的二条中间，然后再往东南走呢，到了苏州胡同以南的川板胡同，然后转而向东，经过北京今天的北京火车站，到东单门外，从那一直向东，然后到通县，一共是164里，140步，这么一个距离。这是碧水长流的精密灌渠。让人惊叹的是，700来年前郭守敬引白浮泉水进京的旧道，竟然跟这条用现代测量手段确定的渠道大体一致。当年白浮泉水顺着精密灌渠向西而南，进了瓮山坡，也就是现在的昆明湖。在湖光山色中，这个闸门有点煞风景，殊不知这正是古运河的入口。出口呢，您瞧，就在这座玉带一样的石桥底下。这昆明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经是古运河流程上第一座大水库。其实这龙王庙所在地啊，当年也是湖东的一段堤岸，后来挖堤岸扩大水域，才成了湖心岛，有17孔桥相连，跟镇海铜牛隔水相望。出颐和园，古运河就进入了十里长河一段。长河第一水闸设广元桥下，叫广元闸。河边一位老住户正指点着说，水闸嘛早不见了，只剩下桥两侧的石刻水兽任人观赏。一个寒水仿佛吞声忍气，另一个喷水，呵，简直口若悬河了。北京自古缺水，传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有个小将高亮纵马挺枪刺漏了龙王夫妇水车上的水桶，为北京夺下水脉，自己倒让大水卷走了。这就是高亮赶水的传说，老北京口头上就把这高亮桥叫成了高亮桥，至今依旧啊。长河岸上的万寿寺初建于唐代，庙宇9层8进，宏伟庄严。这里有乾隆的御碑，后来又成了慈禧的行宫。每年入夏，这位太后老佛爷坐船去颐和园避暑，总要在这儿打个仙。民国初年，这儿成了香火地兼大集市，古书艺人留下个穷大奶奶逛万寿寺的段子，唱尽了庙会的世俗气跟京城里平民的窘迫相。离万寿寺不远的真觉寺，俗称五塔寺，初建于明代，中塔雕刻着释迦牟尼的两只脚，脚心朝外放在莲花台上。这座古寺是仿照印度佛陀迦耶精舍建造的。
长河流到了普通人家炊烟笼罩之处。您看，远处北京展览馆尖塔依稀在望，一进西直门北水关就汇成了积水潭。青雁受风追落絮，游鱼吹浪动星河。大书画家赵孟俯写出了这里的旖旎春光。别看这个桥其貌不扬，可得了个银锭关山的美称。明代诗人李东阳幼年住在这岸边，曾赞之曰城中第一家山水。几百年间，这是繁华的商业区，东北角的烟的斜街就一直是经营烟袋秤和尺的专业街道。那么这好一派繁华气象从何而来呢？公元1292年，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开通运河，第二年秋天漕运通航，一时间漕船头尾相衔，鱼贯而入，满载着江南稻米、木材、陶瓷、绸缎，让这汪洋十里的海子岸上变成南北沟通的大码头啊。原始记载，忽必烈驾临积水潭，见竹炉碧水大悦，于是下诏赐名通惠河。所谓竹炉碧水，意思是船舶密集，把水面都遮蔽了。元朝曾三造漕船8000多艘，可见当时的盛况。哦，就在这波光树影之外，耸立着钟鼓二楼。晨钟暮鼓，年复年年，6个多世纪去如流水。今天什刹海成了风光如画的公园。这当年有名的万宁桥，俗称后门桥，只剩下一丁点象征性的轮廓了。嗯，后门桥退化了，但愿后门风也有朝一日会扫地已尽。住在这儿的人您知道吗？这车水马龙的地面曾经是行船泛舟的水路。有桥就有水，这胡同名儿至今还留下了运河的痕迹。南河沿儿一路上的齐鹤楼、银闸还透露着当年河道的踪迹。缎库、瓷器库、灯笼库也还印证着漕运而来的江南贡品曾经在这儿卸船入库以供上用。今天的玉河桥只是个虚名了，当年这儿可有过玉河桥畔看河灯的景致嘞。运河水向东流过了台基场，这儿地底下还埋着一个叫做文明闸的遗迹呢。这个胡同一反北京街巷直南直北的老规矩，走向斜偏，这就连同着它的名字给后人留下了当年该是顺河而建的痕迹。哦，怎么这条胡同里临街的砖墙为什么这样高？哦，海运仓、北新仓、北门仓、南门仓、东门仓、陆米仓，都是当年存放漕粮的官仓啊。清朝年间，凡是旗人都只凭一个在旗的身份，从咕咕落地到入土为安，就一辈子按月拿饷银吃陆米了。老北京人口头上就有铁杆老米树、旱涝保收成的俗语儿。可谁想不过200-300年，这号终身制外加世袭制的铁杆老章程就弄得八旗子弟四个字成了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的同义词儿了。今天谷粮仓差不多已经荡然无存了，唯有东门仓幸存下来了。现在这儿是北京百货公司的一处仓库，老仓保存得相当完好，构造尺寸跟大清会典所记载的相符。这古朴的仓房叫仓鳌，这儿共有29栋。百叶窗式的通风装置叫做气楼，古书上说鳌顶建气楼以散其蒸。
斑驳的年轮刻下了岁月的流逝。哦，这儿还刻着轻摇大城砖的字样。墙外头还加砌着护仓垛子。据记载，元代大都城建仓22处，每年进新粮30万担；清代北京城建仓52处，每年进新粮上百万担，这无不得利于大运河啊。北京火车站旁边有个东便门，当年有名的大通桥就在这儿。清代竹枝词曾经有大通桥上望漕梁的词句。瑞典学者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写到当年这儿的风光：城门前运河上有一座三孔石桥，桥上雕以水兽，桥下设有节制水流的闸门，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可以看到桥墩上或者石堤上的活泼的孩子在清澈如镜的河中换洗着棉纱和染制着蓝布。大通桥南不远有神木场，乾隆说这些神木是远辞南海来燕都的。顺水飘来的一根根神木，一块块金砖筑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城阙。您看，北京不正是从大运河上飘来的吗？这一回是从运河北头的古都讲起的，下一回我们将向您说说南端的杭州。